对，他档位没有换回去，如果在绿灯没有换回去的话，他会直接往后撞。哇，还差吗？慢点，慢点。他绝对会直接往后撞。但是不在这里，他档位没有换回去，如果在绿灯没有换回去的话，他会直接往后撞。对，因为你看他现在倒车，一般如果他不知道他现在倒车，他以为他在第一档，然后他踩不上。我现在看不到这个，因为我知道他在倒车。他直接倒车灯啊！准备好倒后 ，OK， 我们跟后面距离可能是可以后退一点点。他绝对会直接往后挪。